素配勾勒出情画，笔锋浓转淡，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青石我了然，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，用色渲染是旅途韵味被自藏，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听青色的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凭你书函里放浅秋的飘逸，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。天青色的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，如传世的情话，次次骨子美丽，你眼带笑意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书函里放千朝的飘逸，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，如传世的情话，字字骨子美丽，你眼带笑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嘎嘎老师。相信很多人都很好奇这支影片是什么。这支影片是我在做的一个新的尝试，因为我额外提供歌唱学习方案。那我发现大家在学习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对于练唱好像都没什么动力，所以呢，我就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让大家来交作业。所以这首歌就是我上个月公布的歌曲，所以上个月有付费的人，上个月就有看到。那有交作业的人，我就会像今天这支影片这样子把它集合起来，变成好像大家是在合唱一样的感觉。那如果你想玩这个游戏，想要来交作业的话，记得赶快去订阅我的歌唱学习方案哦，等下个月你才知道作业的歌曲是什么，然后下下个月就会出现在我的频道上咯。那最后来工商一下自己，4月13我会在台北举办歌唱讲座，讲座主题是想要唱歌好听，原来只要做好4件事，想要面对面让我帮你调整声音的话，赶快去报名讲座哦。那如果你无法到讲座现场，我有提供讲座直播的方式，甚至也可以事后提供讲座录影，任何无法参加的障碍都帮你们想好了，大家赶快去报名吧。那如果你希望可以有讲座的半价优惠，赶快趁3月结束之前去订阅我的歌唱学习方案的方案3或方案5，这样会比较划算哦。讲座购票资讯我们放在下方资讯栏以及留言区，大家可以去点来看哦。那这部影片就这边，我是嘎嘎老师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